这是何物啊？是狼是狗啊？是狼是狗？是狼是狗啊？真是了不起！哎呀，是狼是狗？何大人，何尚书，您堂堂一品大学士，是狼是狗分不清楚？你这还真分不清，分不清。哦，那我得教教您了。倒要领教。看尾巴，看尾巴，下拖的是狼，上树的是狗，记住了，上树是狗。哦。真是巧言色变，狼吃肉，狗吃粪，他吃肉，是狼是狗，毫无疑问的。对对对，毫无疑问的，是狼是狗，毫无疑问嘛。哎，这位大人眼生得很呢，请问尊姓大名，官居何位啊？在下姓刘，新任的江南道御史。哦，御史大人，久仰久仰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御史大人，你刚才所言有所不当啊。怎么个不当啊？狼性固然吃肉，狗也不是不吃啊，它是御肉吃肉，御史吃屎。何大人，御史吃屎。玩笑了，玩笑了，玩笑了，玩笑，玩笑！来来来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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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各位，各位大人，来来来，端起此杯，哎，喝酒，喝酒。